我去！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哎，哎呀，我去！我别死了！火山火海火焰高，练的把钢铁招，忧愁烦恼都干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这个像沙金似的，真恶心。其实他是跳刺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他变成这样了。好吧，我回不了自己的屋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把这个弄开，然后呢，用传送书我再传一下啊，我上来了。我能做个梯子不？小棍儿好像不够，有没有木头啊？木头也没有。我看看啊，那我现在应该干嘛呢？我现在应该攒点铁，我得需要点炉子。我吃口饭，然后我知道铁在哪儿啊，我去挖点铁去。我再吃一口。好，然后呢咱们去发现铁的地方挖点铁，是这儿不是这儿，是这儿，这儿啊，四个就够。然后呢咱们做一下溜溜球啊，上回打死一个女生的是吧，女生的一个 NPC。 OK 快点啊，完了我缺氧了，我缺氧了，我再回家一趟。好吧，把这再塞回去。哎呀，这挖这个费劲呐。OK， 那我继续呗。我看看啊，我现在还得去铁那儿，我还得去挖去。好，下去。哎，不是这撇啊，那撇是吧？哎，啊，是这儿。为啥你又超过我了？我啥都没干呢，我超过你啥呀？他说的是溜溜球排名啊，咱们现在玩的叫溜溜球篇啊，就是溜溜球。OK， 还差一个了，我还得 K 点石头。掉血了，那我坚持一下啊。得到了吗？得到了啊、然后输。哎，不是输，我到时候死这儿了。打死的那些人血量越高积分越多，我打死一个300多血的，我还挑的不是特别厉害的。 OK， 矿洞我没记吗？我得挖点石头啊。那我去，我看看发现碳的地方，这也可以，我挖点石头啊，做个炉子这儿呗。OK， 我的小伙伴说的把那个乌鸦那个换成精英怪怎么样？也行，倒是行。你们不做精英怪卡吗？我做个炉子啊，我看看啊，炉子够了。那、咱们再挖点碳吧。OK， 就这么点啊。咱们回家啊，回到家有个传送书确实是方便啊。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啊，一下就攒齐这个传送书的这个材料了。那我先来一个炉子呗，小炉啊、把它去掉。小炉子，这是啥敲啊？碳敲，碳敲比那个敲，嘎，去，我溜溜球，我溜死你，我帅不帅，小伙伴们？肯定有小伙伴是好幼稚，我不管他幼不幼稚是吧，他好玩就行，这样。OK， 再说了，游戏哪有幼不幼稚的。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啊，这个蚊子叮了以后有那个饥饿呀，饥饿 buff 需要很多的食物。我把这溜溜球给做了啊，用这个爱心的这个啊，我上回打败了一个、那个女生溜溜球选手，然后我就得到那个了，得到这个了啊，叫幻光飞轮核心。火焰把我拉到商店呗。行。OK， 我把你薅过来。空气你在哪里？空气在这儿，把它薅到我这里来。我走啦，我还忙呢。我可是个大忙人，你的书再借我一下呗，我整死你啊，我，你有完没完？讹人呢、啊、你哦。给你，我盯个点。行，我那还挺着急，你快点。这里啥也没有啊，啥也没有。哇，这里上不去啊，这是个样子啊，这是个船其实。然后有个商店，不能让我回去拿东西呗。你随便，你快点吧。你信不信我溜你。哎呀妈，打村民也能打。村民这个眼睛是一个模组啊，你看他眨眼呢还。完事儿了吗？这里放个梯子啊，小伙伴们可以出去才可以。我开一下创造吧啊，是吧，方便大家。梯子，我来一个啊！梯子，来一个啊！放一下，这样呗。OK， 这样就能出去了啊！这钻石都拿不了啊，给让你拿你也拿不了。我差一根毛，差一根毛是啥意思？打个鸡不就有了吗？我帮你打一下看看。那个蛊毒怎么老进来呢？说一回两回的，怎么老进来呢，大哥？过分了你啊，你走城门呢，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的。你没有羽毛啊，我家里不知道有没有，你把书先还给我啊，我回家去给你看看。完了，被他盯上我了，我就先撤。哎呦，这有皮革没拿呢，拿了没？他说他试一下，不用试了，别进来。哎呦我的妈，
走走走走走，不是那鸡不有的是吗？你没打着吗？你把书还给我呀，我去找你去啊！我去找，我去找空气。哎呀，空气啊，书给我呀，我回家给你找一看看。啥玩意儿就不给你赖呀？我去给你找那个羽毛去。啥玩意儿就是不给你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，快点给我，我家都找不着了。哦，搁这儿呢，我去看看啊，家里有没有？我好像我记得杀了不少鸡，我是杀鸡大师。他就是不给毛，我看我家里有没有？怎么有？哎呀，你真倒霉啊，没有啊！我杀这么多鸡，怎么也没有啊？皮革，没有没有，那我去帮你收集收集啊，我得砍点树去，还得石头有没？石头有，小棍儿有没？小棍儿没有啊，有有有，那我做一个那什么吧，我得做个溜溜球，我自己事儿都忘了。好，然后呢，需要一根丝线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做个溜溜球，把这个踢掉啊，这个呗，幻光飞轮，我把这个换起来，它多了个功能哎 ，R 是啥玩意儿？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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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长时间呢这个，那我就多了 R F G 是吧？这个是这样的 G， 我干他去看看啊，我看我的新技能行不行？我先吃口饭啊，饿了。溜溜球打为啥不给？不有的给，有的不给呗。像你说的是有那个几率的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阿飘又来了，我去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过来过来我。我去，行不行？好像可以啊！哇，他这个冷却时间好长啊！我得给他弄一个羽毛吗？啊，有个鸡，我看行不行啊？技能放啊！我去！哇，这个技能好长时间呢！我试试啊！我去！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呀我去我别死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哇他真能跑啊，是他吧。哎我老摁住了，啥呀我去。哎呀我的妈，我死我去你的吧。哎呦我差点没死了。可以加个护盾我忘了。摁 C 键吧，摁 C 键。赐予我力量吧，加了个护盾，哦，带回血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加号是回血吗？哇，回血好快啊！啊，我这个溜溜球是不是专门回血的？妈呀，回满了。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，我给空气弄一个羽毛，怎么这么费劲呢？皮革弄了不少，肉还有一点。你看那介绍吧，可以看吗？我看一下，摁 H 有吗？介绍啊，打开界面，使用技能 P 键是溜溜球的管理界面 P， 哦，这个是吧？手持该溜溜球时可以恢复自身血量，没一直回啊。光不是迷解使用的溜溜球，合成该球需要用什么幻光飞轮核心，通过击败迷解，它叫迷解啊，我欺负了一个女生。迷解位于学院建筑内，学院建筑刷新于平坦。没有啊，我在野外看到的。首次探索到后可以通过传送前往该建筑，该溜溜球可以升级。首次搜索到后可以通过传送前往该建筑，该溜溜球可以升级。这玩意儿可以升级吗？还哇，我这是个回血的，挺好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排名啊，我是第99名，别告空气是第100名啊。我看一下啊，空气你100名，我是99名。倒数第拉和倒数第一的那个什么吗？倒数第二的争端吗？这什么呀？学院哦，主世界和学院啊，哦，我没去过这儿。哦，这怎么呀？可能技能可以破坏地形，开关上关上关上。别的没有了吧？没有了啊。可是别人是能破坏，我破坏不了也不行啊。我修一下，摁叉啊，可以修复。我看看啊，哦，它可以升级，铜锭一个，铁锭三个，金锭三个。我先修一下吧，需要个丝线。哦，这玩意还能升级啊，帅！我去的。OK， 这样呗，我拿这个，然后呢，我给它修一下啊，坏了白瞎了啊。好，修复变新了啊，铜锭、金锭我有，我有三，我有四个呢。
金锭，然后还咋的？然后我还得打败一个那个米姐，然后再得到一个幻光飞轮合金，然后呢，我需要铁锭三个和铜锭三个。啊，我真是胡燕怎么打他都不给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是不是正好赶上了他不给你啊？正常啊，你羽毛找着没？我还给你找羽毛去呢，你找没找着羽毛啊？公鸡，哇，这个有点狠，这个。哦，我拿着它就回血的，掉了一块肉，这是那个护盾，然后这是推一下，这羽毛怎么这么难搞呢？鸡那边有个鸡，空气你还是没有是不是啊？我把它先给干死啊 ！R 键好没？哪去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技能放完了，它也没了，这个呗，攻击，是不是正常途径打它呀？不能用技能啊？给没？为什么给熟肉啊？我正常用斧子给它砍死啊！熟肉，哇，这羽毛没想到这么贵呀、啊，这玩意儿啊！空气啊，确实不愿意给呀、啊，我都弄死好几个了也没有。哇，这耐力怎么掉这么厉害啊？不是耐久啊？我觉得卡了，我不觉得卡，一点不卡。阿飘啊，这个怪打不死，我给他找个羽毛这么费劲呢？找那个米姐是吧？把那米姐打死了，我得得到他的核心。我又饿了，吃饭吧。OK， 这满山遍野全是这个奇怪的怪。OK， 攻击。不是，我拿这个攻击。他是这样啊，是吧？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溜溜球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名我都没记住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我看他叫啥名？幻光飞轮叫。这个货我能跟他干一下不？才200的血。攻击。我干的阿飘过来了啊！我 R 键技能已经好了，这是多少血的？600多血的，我能干过他不？我先把这个干了吧，干他，搂他！我好厉害这技能！哎呦，差一下！去！阿飘啊，你能死远点不？你烦不烦呐？他只能把他给推开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走开！你看打不死，看到没？去！我只能给他击退了。那个我都觉得我能给他打死，我要坏了不行，我给他修啊，他坏了我就哭死了的。视线有的是啊。 OK， 可以啊，这死阿飘这烦死了。我加一下，不行，我去，他800多血呢。哎呦我去，哎呀这个怪呀、啊、火焰我打不过米弟，我打的是米姐，打不过能不能俩人一块打呀？我去找你去啊。空气你羽毛还没找着呢，给你啊，太费劲了。还有个鸡，公鸡给个羽毛啊，我去的，他现在就给熟鸡肉啊，他不给那个羽毛了，怎么这个咋整啊？没有啊，觉得我卡了，因为他只掉肉，我也是，我只掉肉啊，要不然就那个商店卖得了。这也不是为了为难你们，我觉得长时间用溜溜球他可能不给别的东西。这个600多的我挑战他一下啊。哎，不，好，加护盾然后干他，行不行？我去！我得等着那个 R 键好了啊！怼他！我去！行不行？我去！600多，果然不一样啊！可是我也不怕你，怼死你，卡着的啊！哎呦，又没了打，怼他，给他弄死！哎我去！哎，什么玩意儿出来了？哎我去！快出来呀、啊，技能啊！去，小伙儿，把你的飞轮核心交出来！哎，啥也没给啊！哎，你这啥玩意儿啊？啥也没给！哎，前面有个村庄是什么鬼啊？哦，我发现了个新村庄，好像啊，它只是村庄啊。那人家空气发现的那村庄旁边怎么还带那个什么呢？大房子呢？我这怎么啥也没有啊？啥也没有吗？火焰卖一个，行，那玩意儿也不值钱，本来也不值钱，这不就是商店的好处吗？小黄床我挺喜欢的。哎呀，小苹果，还有小书，马上的啊，我洗劫一下村庄的啊。OK， 这还有个砂轮，拿走。还有岩浆，可是我没有桶哎。哎呦我去，铁，整理一下，过来，下来。哇，我还发现铁了。这样整理一下。OK， 这没捡起来吗？还有吗？房子，空气，稍微等一下啊，我洗劫一下村庄。面包可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多了。
我又可以做个溜溜球了。我现在做不了，没了吗？这村庄怎么这么大点房子？房子这么点儿。OK， 那我走啊。这边我记一下吧，这边有岩浆，臭蚊子来了，毒蛇溜溜球。哎呀，这声儿，我记个点吧。村庄是吧？村庄。哎呦，这啥呀？村庄。OK， 然后呢，我去趟商店啊，我卖一下羽毛呗，是不是？可以。破羽毛也不值钱，它只是刷不出来是吧？毛，我打毛行不行啊？可以。羽毛，它进不来吧？这样啊，我设置一下啊，弄点皮革换就行。你的积分怎么那么高？我又打死一个空气。空气现在跟我比积分呢，现在啊。OK， 这个换一个羽毛。OK， 行吧，差不多啊。空气啊，商店可以换了啊。然后干嘛？然后我塞回去，然后我变成那个什么，我变成生存模式，我再回家一趟。空气啊，我给你买了吧，我皮革好像够，是吧？一码归一码，是吧？嗯，皮革够，我有皮革，我去给你买一个去啊。没有传送书太费劲了，我去商店，然后搁他这买一个。什么声 ？OK， 那我买一个，我剩十个了，十个我也够啊。空气啊，我有羽毛了，我给你送过去了啊。你搁哪儿呢？我去空气那儿，空气给你，羽毛给你，我比你高，是吗？你身上多了一个珍珠，上面还有个村庄，有吗？你看我这个行不行？我这行不行？毒蛇是啥意思啊？谁身上多个珍珠啊？哎呀，我身上怎么有珍珠啊？空气，你珍珠不要吧？你拉我到商店呗。你怎么？生活不能自理啊。它可以加移速，加速度，还有加防御，空气加这个。你们又来了，我有个珍珠，你要买珍珠吗？我有珍珠，我扔地了，你给我，我也不勉强。给了。大哥，整个一生活不能自理，你看这个范围超大。我看我的技能啊，摁 R 键，呜呼，这玩意还能升级呢，空气啊，我还得去找个女姐跟她干架。你别老推我呀，那我也推你了啊，你过分了你，我招还没完事呢。 V 键护盾， V 键顺步。 OK， 我要再整一个。可是这期到点了，大哥，对，集齐各式各样的溜溜球不也挺好吗？不错不错啊。